来，哇，快点，黑美人，黑美人。好，来来来，讲到绿，我跟你讲，通常呢，我一出来，森达脸就绿了，所以我的绿叫做有一种绿叫森达绿，因为我老公你知道他是那种。很喜欢指挥我做事的，就像刚你说的，他不是士官长等级，他已经是总司令了。我的绿就是我老公跟我说，你以后衣服呢，全部都改成绿色。所以我这两年就开始会比较会常穿绿色的东西，然后就要开始下一步就开始变性，开始走到这一步，开始走到这一步了。跟你说，因为我老公说我的衣服开始要变绿色，因为我他说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超模脸，超模脸是给人家很有距离的感觉。对，你要穿一些绿色的东西，像豪宅家里面会放一些绿色盆栽。就会点缀他，我说哦，好好，所以我开始就开始买一些衣服是属于那种绿色盆栽的样子，就是那我连这个小可爱，我其实搭起来都会有点层次，比如说这个绿色呢，它比较深嘛，然后深色我会买一整套，因为比较好搭，然后给人家觉得好像你很轻松活泼的感觉，就像军服嘛，也叫贵州，贵州要买一整套，因为他说我比较搭配比较方面有点问题，他说你就买一整套，然后如果里面要搭一些，比如说你看这样浅色的。有没有这样搭？好看啊，很好看，好看，是不是就有一种蛮有层次的感觉？对，这个毛衣也是，它的衣服呢，就是你会觉得，哎，穿起来不会给人家有一种厚重的感觉。虽然它是毛衣，但是因为它，比如说你看它不规则，故意破掉就故意破掉，然后你下面搭牛仔裤啊、牛仔裤，就觉得它好像也蛮可爱，不会给人家有距离的感觉。这蛮好，这是瑞丽绿哎，对哈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会厚重的感觉，有可怜的感觉。对啊，剪的这个型是对的吗？对啦，它设计起来本来就是这样子，就是那它连后面都有挖一个腰的这个地方，可以露到你后面这个腰的部分。哦，刚刚好那一块。对，刚好这一块。然后呢，我虽然有些奇奇怪怪、比较不正经的衣服，但我还是有一些正经的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个，你不要觉得不好，这个看起来其实是蛮好看、蛮有气质的。因为我说我这个人虽然不正经，但是有时候要去参加一些正经场合，就是跟婆婆出席一些。这个应该就是婆婆的衣服。太多了啦，我是蜡菊的号，这是 S 号，蜡菊的号 S 号也有瘦婆婆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好适合戴那个啊珍珠链，对对对对，是喜酒啊，亲家母会穿的，下一套跟下下一套都很适合，这婆婆这套吗？对对，你看，婆婆，我这个人做事就是这样，这个你也会穿，这是你的衣服，对啊，你看，我刚刚说有点动动的，有没有？你看若隐若起，他虽然看起来是，为什么会有若隐若起？对对对，他的特色。你的成语好奇怪，就是若隐若起，若隐若起，就是怎样的元素都有点，好像有点动动的感觉。你看，其实这种东西放我身上都不奇怪，因为毕竟我的就是专业模特。我觉得你这一套可以穿，就是那种去那种就是那种年货大街的时候，你就这样剪那个剪纸的时候穿，很适合。哦，那光打在上面会有一些效果，透光。我还可以元宵节的时候。对，好适合，是不是元宵灯笼？然后你会透出那个光滑的那个剪影，对，有没有？简直这个剪影大师的厉害。这个有点蓝蓝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点湖水蓝，薄荷绿，薄荷水。我昨天就在搞不清楚，有一点像薄荷冰淇淋的绿。对，哦，对，是。其实你不觉得，因为假设这个，你不觉得这个材质如果配上黑色或白色，会觉得很沉重？那你配上这个绿，就觉得青春洋溢。对，好的，好，下一套。你的绿真的好广泛哦。对，因为我都有的绿，现在就是什么绿都有。那个板子上的绿你都有了，我都有。各种绿，各种绿。对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是其实去海边可以穿，巴厘岛啊。对啦，因为你可以不用穿上衣。对对对。在这里。上衣在这边，你看，可以再搭这个绿。哦，这好亮。然后里面再搭一个荧光的这个荧光，荧光这样，有没有？有，这样搭起来就有一种啊，可以这样搭，老师，这样可以吗？老师，可以吗？你合理呀，我可以，因为他有超模脸。对对，我超模脸，因为我奇奇怪怪，可我应该不行吧？可以，奇奇怪怪，谁准你自己讲？没有，可能就我应该不行吧？下身的裤子就不要了，直接穿这样子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是也可以里面这个比基尼，然后配这个就好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我自己会这样子，就这个比基尼配这个裤子这样。对，那个裤子怎么弄？可是裤子我觉得比较特别。裤子的绿跟上面绿比较不一样，很难搭哎。对，裤子的绿比较不会，请看分数。因为没有，还有，哎，这一件救了你不少分哦。有，最后就有，看有这个希腊女神，里面很好看，这样有吗？这样可以。然后里面再搭那个比基尼，
有没有？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乘着那个，乘着风，乘着浪，在大浪都没办法帮我打倒这样子。啊，好可惜哦。怎么把你整个捡走？好，最后一套，最后一套打分。薄荷或者是那种冰淇淋绿。对，来，一二三，请给分。十分的嘞，我很用心哎，谢谢小光，我是真的爱绿色。没有，我觉得丑。不是，因为我真的不懂的，好像真的假的啊？这个你的搭配都让我就是有点不知道，看不原因是什么。真的、哦，就是场合老师如果。